信力资讯每年都会举办 TPI Day， 我们邀请各领域的专家来分享新知，同时让大家认识我们信力资讯的软体服务。今年2024，我们是由信力主办，并且由北一盟苏舍来负责共同协办。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针对全球带来的疫情跟变化，而企业要如何在快速的环境变迁中保持韧性，使其更具成长、更具灵活性。因此，我们以三大面向来做一个讨论 ：ESG、AI 以及开源软体。希望透过这三个面向的结合，可以带给企业更强大的一个力量，以及呢能够驱动企业的创新。信力累积了20年的软体开发经验，我们抓住了市场的发展趋势，预先提供了全方位的产品服务，例如资安 security、人工智慧 AI、数位转型 digifusion 以及 ESG 永续发展。我们主要是针对 to B 的各大企业，且我们的市场是在全球，这是大多数的台湾软体同业无法做到的。针对企业的转型所需，我们应用到日常的生活服务，例如国泰智能客服阿发、高铁遗失物管理，以及长庚、阿波，还有北市府的网络申办服务等等。因为我们深耕金融的科技，因此我们的产品在企业使用的同时，不仅不用担心不符合规范，同时也能有完整的轨迹追踪。凭借我们在金融业的丰富经验，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符合国际化的金融数位解决方案，例如 API 服务管理平台 DigiRunner 能够无缝接轨的整合不同的系统，帮助医疗机构快速的实现数位转型。同时借鉴着金融业的成功模式，我们能够为医疗机构提供如 AI 智能客服、化妆至数位身份验证以及轨迹追踪跟创新等技术，提升病患的就医体验，并且确保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合规性。 AI 确实是辅助企业推动创新的重要引擎，生成式 AI 横空出世，客户对我们的询问度也提高很多。在企业应用的过程中，防范 AI 幻觉及资料外泄的风险，都需要专业的技术来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防盾。我们未来也会朝这个方向来协助企业好好用，而不是直接用。总而言之，未来的竞争将决定于谁能够好好的应用这个 AI 来创造价值，并且保持竞争的优势。我们发展了 ESG Swift 系列的两个产品，第一个是 Electric Swift AI 建筑的节能系统。透过独家的 AI 节能技术，不限制新旧的建筑，我们可以优化能源的使用效率。另外，我们提供了 Green Swift 碳盘查管理系统，以数据为核心，利用数据可视化建立数据收集以及分析的平台。我们整合了外部顾问以及第三方的查证团队，透过 LLM 深度学习之后，生成了企业所属要的专属的温盘报告书。我们利用了数位化的技术来优化能源使用效率，帮助企业实现了低碳运营，达到永续经营的目标。这就是我们将数位转型与永续发展结合的方向。未来我们将因应市场的变化，持续推出解决企业痛点的自有产品。我们已经在全球布局，将产品推向了云端的市场。透过经销商，我们扩大了我们的海外客户，同时深耕国内的其他产业领域，希望透过我们的创新技术，帮助更多企业实现数位化的转型，让信力资讯能够在全球的舞台上，帮助更多的企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。